you get that body from? Where'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Where'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Hey, where'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from my daddy. 谢谢范德萨克，感谢范德萨克，这里发动，谢谢。大家零点六秒，现在是三点二秒了。感谢范德萨克。若的跳舞，他的劲舞是我们这边的很有特点的啊。水水啊，若来喝点水，顺口气。祝神兄弟调侃全掌哥啊，他这个是挂的一个装饰品，他的手机肯定不止这么小，这个 BP 机的大小，这个他跳累了，他跳得很用劲。哥哥姐姐们，哥哥姐姐们，英国表演好，请举手一下哦。如果觉得弱表演好，请支持一下。一个一个可以，一个全可以，一个同意可以。哥哥姐姐们，爸爸们好吗？我放我你顺利习得。这个，嗯。若说、啊、我会努力继续加油。若会努力继续加油的，如果喜欢若的，可请支持一票两票。奇不怪兄弟偷工减料。请大哥们、小姐姐们支持若一下，鼓励若一下，喜欢若可以支持一票两票。祝生老师，你要去哪里吗？祝生老师，谢谢范德萨哥，感谢范德萨哥，谢谢。现在若是四点二票了。还有没有大哥们、美女们支持鼓励一下弱的？欢迎九零三哥，九零三哥晚上好，谢谢奇不怪哥，感谢奇不怪哥，谢谢。现在五点二票了，家人们，如果觉得弱别也好，请支持一下哦。有没有大哥们、美女们众筹一下，鼓励一下弱的？如果有喜欢弱的大哥们、美女们，可以支持一下。船长，船长哥，你又去开船了吗？船长哥，那我们给弱来个倒计时，十秒。十、九、八、七、六、五。谢谢远方哥，感谢远方哥的一束花，感谢谢。五点二票，再加一点二票，现在六点四票了，家人们。四。能不能给若俊抽个尾数？三。六点四票，四舍五入，再给个零点一票、零点二票也好啊。二。谢谢不忘初心哥。感谢不忘初心哥的闪耀精神，谢谢谢谢谢谢沈哥的支持，谢谢。再加两个零点三票，现在是七票了。一零，这给给七七票。谢谢范德萨哥，谢谢范德萨哥，谢谢奇不怪哥，谢谢青牛。奇不怪哥，群友会哥，谢谢远方哥，谢谢云方哥，谢谢不忘初心哥，谢谢无云心哥，不忘初心哥，无忘无心哥，
谢谢白菜哥，谢谢啊白菜哥，7.3票，家人们还要给他凑个尾数的吗？谢谢啊，谢谢啊哥哥姐姐们，祝你们事事如意，祝哥哥姐姐们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啊。有没有给他凑个一票的？还凑两个0.3票的？啊，凑一个也可以啊，就可以给他多给一票。有没有大哥送一个新闻，一个礼花筒吗？谢谢不忘初心哥，感谢不忘初心哥的三票支持，谢谢。那再给若一票，这是8票啊。哎，第一轮还是若得的票。哎，第一轮还是若得的票最高哎。欢迎975哥，谢谢啊，中，谢谢啊，五万，顺心哥，谢谢呀、啊。我们第一轮的才艺上完了，我们休息一下，然后进入我们的内部 PK。我们让娜娜来唱首歌吧。娜娜要唱哪首歌？追梦人啊，追梦人有那么长吗？那么久没唱了啊，我也想听追梦人的。什么追梦人？人群匆匆淋到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却真心的旅行继承了你的笑容，空空心动蓝蓝的天，心歌上你的歌心，追忆不灭可夜的你，曾红冬眠的日子，春摘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叶。红叶，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细数花上你的笑容。空空心中冷冷的天，心歌上你的歌心。追忆不灭啊，隔夜的你。曾红冬眠的日子，我看一眼，把墨染红，也烧红尘。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任流浪的足迹在花墨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穿上藏的记起你的笑容，在了昨夕湖水中，在纸上细细笑我。却全心的旅行，继承了你的笑容。
空空心中蓝蓝的天晴歌声你的开心追忆不灭隔夜的你曾空冬眠的日子追忆不灭隔夜的你曾空冬眠的日子你叫一个不冷漠了，那个不明了。是的，香芳哥，他要更加努力啊！我提醒他了。这偏高边两个在晃啦啦的，晃啦啦，这不得冷。我说这些，以前我们学过的老歌，要经常的温习，经常的练习，才不会忘记。是的，李哥还要努力，对，不过熟练，对。欢迎九八哥。啊，内部 PK， 我们进行内部 PK 第二轮。我们内部 PK。你杀对不赢。内部 PK 第一场是小林的，你杀对，颜值美女败赢。啊，刚才中场休息了。为什么还要躲着我？我每天都这么的。家人们，我们的内部双人 PK 分为初赛、半决赛还有决赛啊！冠军奖励是20万老币，很好。但是第二名奖励10万老币啊！我们内部 PK 的比分只计算这个计时器里面的小星星还有音符，这个超过时间的小星星还有音符啊，以及其他的礼物，不影响比赛结果。但是仍然机票给妹子啊！家人们，喜欢李莎的支持一个小星星，喜欢拜音的可支持一个音符。九八哥，小星星是猪肉妹，李莎，音符是拜音。谢谢祝生哥，感谢祝生哥的小星星，谢谢。感谢祝生哥66个小星星。
失眠。还有一分钟，谢谢远方哥，感谢远方哥188个音符，谢谢，感谢远方哥再次送出188个音符。现在这一把你傻悬了，谢谢几声哥，感谢几声哥，谢谢，感谢几声哥188个音符，感谢几声哥188个小星星，小星星，对，还有40秒，现在你傻767分，欢迎936分，反超真的太绝了，这个我最后一秒的1314，我们先歇一下榜，歇歇榜啊，最后结果是 Lisa 2300分啊，进入下一轮决赛，对那个拜仁1600分，强强 PK， 对，这把好精彩，谢谢98哥，感谢98哥，谢谢，谢谢无名哥，感谢无名哥，谢谢，谢谢不忘初心哥，感谢不忘初心哥，谢谢，谢谢远方哥，感谢远方哥，谢谢，谢谢几声哥，感谢几声哥，谢谢，谢谢时光哥，感谢时光哥，谢谢，谢谢56哥，感谢56哥，谢谢，我们的颜值美女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也觉得遗憾，非常感谢大哥们，谢谢啊，谢谢哥哥姐姐们，队伍拜谢，谢谢啊。Lisa 7.6票，那就给8票。嗯。谢谢啊，谢谢哥哥姐姐们，谢谢啊。拜仁5.3票，就是给5票。是白衣服的拿话筒的晋级了，谢谢啊。颜值美女淘汰了，很遗憾啊，谢谢哥哥姐姐们对我支持，谢谢啊，谢谢哥哥姐姐们为五八，谢谢，谢谢啊。 OK， 轮到下一轮，小西皮跟娜娜，好了，轮到小舞台，遗憾，对，晴天哥这个拜仁遗憾了啊，好了吗？好了，这个小西是小星星，娜娜是音符，小心，嗯，对了，好啦，开始，家人们，手机是小星星，娜娜是音符，喜欢手机给支持一个小星星，喜欢娜娜给支持一个音符。谢谢几声歌。
们落后了。哎，大妈一分半途，左手递给就是一个小星星，左手拿给就是一个音符。远方哥，娜娜油管一天超过，好个抖抖十天。还有三十秒，还有三十秒。欢迎继续收听《你的月亮》。谢谢赵哥，感谢赵哥六十六个小星星，谢谢。咱们还有二十秒，有没有大哥偷塔？有没有大哥偷塔的？最后结果是小西2027票，2027分，晋级了，拿了337分，然后我再把小西这个掉力的1314加进去，小西最后是3340分。我们先卸榜，卸榜，谢谢榜，谢谢远方哥，谢谢远方哥，谢谢，谢谢几声哥，感谢几声哥，谢谢，谢谢八八八哥，感谢八八八哥，谢谢，谢谢九十八哥，感谢九波八哥，九十八哥，九十八哥，谢谢，谢谢赵哥，谢谢赵哥，谢谢，谢谢远方哥，感谢远方哥，谢谢。他这个他远方哥刚才是送了两个1314，这个计时器里面只算只有2000多分，还有一个我给他加进去了。这个小西是11票。哇！谢谢啊，谢谢哥哥姐姐们对我的支持，谢谢。轮到叔叔妹对的你了，是小西晋级了，能够踩什么的大铃，他们两个人可能要是棋逢对手了。这个音乐可以啊，我放就放这个，把它从头放。欢迎赵哥，谢谢五七六哥的灯牌，感谢五七六哥的灯牌，谢谢。谢谢赵哥，感谢赵哥的小星星，谢谢。家们喜欢彩彩们跟支持跟小星星，喜欢的小星星，喜欢的小星星，谢谢。81分对大林71分。
曹老三加油，好的，蓝洋兄弟。这下曹老三变成曹老八了，曹老三是606分，大林是1450。哇，这个我们先谢谢榜，谢谢赵哥，感谢赵哥，谢谢，谢谢香逢哥，感谢香逢哥，谢谢，谢谢远方哥，感谢远方哥，谢谢。我们给曹老三两票，大林五票，你咋是富二代？好了吗？给了吗？给了。最后一轮，最后一场，第一轮最后一场，小 A PK 弱。谢谢各位大哥对我们的支持，谢谢。祝哥哥姐姐们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家们，大林晋级了啊！现在还剩最后一个半决赛名额，小 A PK 弱。看家人们看好哪一个，老哥的股票涨了都不管彩彩妹了，老哥喜新厌旧了，这个不行啊。好了吗？小 A 是小星星，弱是音符。